是被怜悯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倾心吐意。我们为疫情中没受影响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，求神继续保守他们，让弟兄姊妹继续有力量的，没有阻隔地去服侍你。我们更为疫情当中受影响的弟兄姊妹祷告，有一些年老的经常要去医院出入检查的，求你赐他们平安轻散的心。有一些心灵受伤的，求你亲自去抱紧他们，让他们得到从你而来奇妙的安慰。最后我们特别为在疫情当中受感染了 COVID 的弟兄姊妹祷告，我们大胆地向你祈求怜悯，求你医治他们，让他们在辛苦当中经历你的爱心安慰和医治，让这个痛苦的经历成为日后的见证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